你没有忧虑、怀疑过吗？为什么会忧疑？因为你有主观意识。为什么会一被人家煽动就很激情？因为你有主观意识。一般来讲，这也是意识形态的一种。你自己会选边站呢？如何空呢？预备做一件事时，我们的信念、抉择、判断，然后行动。进入行动，就是行运区域。你今天决定要做什么？去吃饭、散步，还是要游戏、讨论？你的心念一启动，所产生的行动力就是行运区域，而且不知不觉就被知见立知的那个我执困住。你为什么会行动？为什么会抉择？要往善的或不善的，都是因为你有一个我执。这个我执把你深深的困住，所以遇到事情，你自认为你的判断是正确的。所以，所抉择的心念行动当然也是正确，但是你不知道那并不一定正确，因为在第七意识里面，最强的执我是那个我执，把你困住了，所以。要离开行运区域，就要先破除我执，因为我执就会知见立知，知见立知就是无明本。这件事情你明白，所以看到别人做错了。你当然就不能接受，这是知见立知，我执所产生的，是不是真的错了？其实你看不懂的。假如我们看得懂，那么佛就不会说我们是性颠倒，而他。才是正片知。任何一件事情，都不一定是我们的眼睛、耳朵所看到、听到的那样，因为你不了解他的心态。我们对所有宇宙万物，都存有好恶、爱恨，这是色蕴区域，所以我们经常会被自己的无明烦恼困住。要如何五蕴皆空呢？除非说你已经解除烦恼了。烦恼有三种，一种是见思烦恼，一种是尘沙烦恼，一种是无明烦恼。见思容易破，尘沙就难了。尘沙就像那样一粒微尘，如何从一粒微尘之中？
把凡夫的知见先转成如来之见，这是功夫的问题。尘沙后面是无明，我们却被无明的烦恼给困住了。所以说，五蕴皆空，岂不是只是随意说说而已？它怎么空？空不了嘛。这个我，就是经常被五蕴、五间房子所困住的小我，是凡夫的见地。受困于声色、色、感知、受、幻想、妄想、想、行动、妄念、行、无明、是，我们被这五个房间给困住，不误入歧途都有一点难啊。所以我们要慢慢的启动量同三千大千世界的经卷，让它放智慧的光芒，把这粒微尘逐渐的缩小。假使不这样做，没有用功夫，那么我们就会让原本跟如来同等的智慧，在累世累劫后被很多的尘沙无明湮灭。这个量同三千大千经卷就会被收摄在一粒微尘之中，看不见它所有的光芒。因此回观反照打坐的功夫，就是要运用这个返回来的训练，学习不受声色所困，透过打坐的功夫练习不受外在声色所困，学会十方动闻、十方动见。若不能十方动闻、十方动见，就一定会被单一事件所困。在打坐的过程，第一个重点就是要解脱五蕴，先学习不受外在声色所困，学习不受复杂的感情所困。这个复杂的感情涵盖很多的激情，然后不受攀缘心、妄想心所困，不受自我的执着觉知所困，不受当下的现实世界所迷惑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就能不再受五蕴所困。当你能够慢慢学习这几点以后，五蕴的蕴就会越来越小，而我们真正的主人翁大我就会越来越大。到最后，这个五蕴的小我就会被归零，真正的大我一出现，第一禅天就出现了。所以第一禅天是靠功夫而来的，功夫即是将凡夫的见地转为如来的见地。
要真正做到观自在菩萨，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。经过这个转化的过程以后，我们就可以明白何谓见性，就可以掌握见性。假使我们没有用心照看，就没有办法回观反照，就无法净化五蕴，进而解脱五蕴。先净化，再舍弃，舍弃以后就是解脱。到了解脱，就是一个境界了。所以回观反照也好，因素欲念也好，第一阶段就是要净化。这净化的过程就是要转化我们的凡夫的见地，转化现实生活中所有一切的声色、感受、妄想、行为、无明和颠倒的性格及认知，回归到如来的悉知悉见、正知正见，不再受困于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这五个大房间。这五个大房膨胀得越大，我们的心灵就会越小。当这五个大房间渐渐缩小，我们的星光才会渐渐绽露。